剧跨越时光。最好的我们将由三位新生代歌手作为常驻声势力，那每一期呢，他们将会连同嘉宾声势力还有不同主题的受邀歌手一起来演绎经典的马来西亚创作。放下所有防备，一切都无所谓。这是我第一次听李佩玲唱这么多立歌词的歌。紧张嘞，上来，真的。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整个人就是感觉很有故事啊。我是追星者，出道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参加马来西亚的电视节目，很难得可以有机会知道一些现在的新的一些音乐人他们的作品。我也希望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东西。很久没有这么多马来西亚歌手聚在一起的节目，我们说你有听过这首歌吗？你说有，还蛮新的这首歌。歌手们忙碌着为我们音乐会做准备了，不可以跟人家讲啊，这个 MV 都是这样。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收菜。最好的我们，让马来西亚的歌手们呢有一个平台可以来一个交流嘛。谢谢你们。